新闻不管是流通的更加严格，那你随便走。他们这是在做什么？中国现在开放，开放才多少年？不用。这个鱼神品牌511，美国的登山户外品牌。哦，是吗？昨天看到了韩国的衣服，还有美国的雨伞。亚速登，这个吧，哎，不是，这是新的。看到这些熊在喝水，喝酒吧。熊在喝水，喝酒。对啊，正在喝啤酒，喝到中午是吧？不是，这里是江西泉水厂。我们可以在这边买泉水。对，我们都可以在这边买水了。好幸福呀！天哪！欢迎。他们都已经用了 QR 码的话，那个什么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非常快。你看他现在都有那个二维码，QR 码。他反而跳跃是 SIM 弯道超车。SIM 是潜水。走吧。他是纯日语来的，生水，也是没煮开的水叫 SIM。跟着元帅走天涯海角。是吧？你都读懂了啊，大姐。追随元帅到天涯海角。这个是什么？这是它的指标。啊。技术指标。不是，生产指标。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是工业生产总额计划是。7200，72,504,000。吨，不是，也是工业产值。第二个呢？然后是日计划没有，月计划是2727吨万，万元。下面是计划生产额度，就是万元，底下是生产的量，生产量，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矿泉水，就应该是今年的生产是5600。它是生产的，公升是公升吗？不可能，它写的是公升。这个万元是朝元。对呀，当然朝元了。然后是日计划是20公升。月计划是450。公升是就是升的2倍。那也很少了。哎，不对吧？公升是不是吨呢？不是，要么就是你翻译错了。不是他，不，这不是翻译的，这是那什么符号吗 ？KG。K。那就一。就套在披在上去就好了。我就是保证卫生的，是吧？对。那边衣服在那边。还要再拿是吗？毕业后就没有穿这种衣服。我们也要穿这种衣服。对，都要穿一下。变成医生了。对啊，毕业。现在生产시작안했구나。걸리는거지설마봅시다。我拿着。还没开始生产了。现在还没开始生产。他不是全他。穿衣服。他不是全天候都生产的吗？저희는이건매일생산하지않습니까아직그시작시간이안돼서네네시작안했어衣服带行的你有点难的哎呦我可满意过来里面有很多不用担心他说有很多是吧对呀这个后面还鼓出来一坨没事挺好看的给我拍一张우리도입어야되지않습니까就回到了大是在干嘛是感觉要就感觉要把啥军校的穿的不过我们还是直接穿那个
来，我们是穿的比较随意，我再给你看左边我的照片。在医院里可以随意随便穿，我可以穿西装。你等会把那张照片拿出来。那要对啊，那治学会升级我们的。治的时候呢，重要的可以随便穿吗？可以随便穿，只是说你下班以后不可以把那个穿出去，因为不干净了。所以下班穿的衣服不一样。我看看，都拿好了吗？衣服都有吗？还是都有，还差一个。还是啊，还差一个。不用做，你不用扣起来，不用扣。还有一个，来我们看看，你都没穿。哇，马上化身了。嗯，你穿什么？两个，就像制服。对，制服。这个是很特别的。对。小，我们来往左方吗？这是要探秘，探秘吗？哦，他好像经过这样一道门。嗯。哦，门卫啊，可以啊。我去，可以进来了。啊。美，可以进来了。来了吗？嗯。来了，在里面。鞋子。来来来。可以，然后我们进来吧。你先进。是要换鞋吗？不用换鞋，但是看起来这都好干净。嗯。中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来的是那个矿泉水厂。준비자발라야비평가시니까아직시작못해요어부르면잠깐어잘된것같습니다효과적인데요이따저를인차와야했습니다혹시올수있는데비용을세척해야저세척하는게40분걸린단말이에요이제들어가요그러니까옥하자니까그냥이거만보고합시다这就是那个生产的对，生产队，因为他们现在停电了，突然停电了。突然停电。突然停电了，如果有电才可以把瓶洗干净，然后开始生产，然后把瓶子要洗干净要40分钟。哦，那个瓶是塑料瓶还是玻璃瓶啊？비닐병입니까유리병입니까여기는유리병이고啊，这有玻璃瓶，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有塑料瓶的，就是也有玻璃瓶罐装的那个矿泉水，对，是吧？这个유리병약수생산에서는국내이게인민들한테공급하고그다음에꼭대기는수지병생산해가지고소니호텔들하고수출나갑니다아这个玻璃瓶装的话就是只要分给我们当地人然后塑料瓶装的话也可以出口然后交给那些酒店那边그러니까대체적으로중국대만홍콩일본싱가포르오스트리아인도네시아그다음에일본是这样的吗？主要出口中国、台湾、香港、越南、新加坡，还有日本、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对，印尼，还蛮多的哈。对，所以就是玻璃瓶的话，因为方便再回收再用，但是那个就是塑料瓶，它是就是为了长途运输，所以就做出口用。哦，그러니까유리병은우리가광고한다면그걸다시수리받아가지고그냥반복해서사용합니까이해수납이해수就是回收，然后可以用两次。只用两次，然后就扔掉，就销毁掉。对，然后那个塑料瓶的话就去卖。那它那个出口的量大吗？就是수출량이얼마나되나물어봅니다수출량이500톤5톤6년간500톤一年可以出口500吨的水对这个水它是矿泉水是含矿物质的对矿物质포함된矿物质矿物质은칼슘은나트륨유황염소그다음에철그거고철하고矿物质为动物的矿物质其他的当然碳酸主要都是矿物那个含矿物质的총열두가지就是有总共有包含12种的元素그중국에서열리는물박람회2차참가했단말이에요여기베이징에서하는물박람회그래서그화평을좋게받았습니다然后这个江西泉水参加过在中国北京召开的水博览会然后也得到了好的评价它的名字是叫江西
西江就是三点水的江，大江的江，西面的西，对西边，东西南北的西，江西矿区是家乡。它的水源地就是南浦这一带的水源地吗？对对，이거가물분천지자체가여기입니까？저기밑에있지어어对，这个地方哦，就这个地方就是水源地。